黑乐小队长准备执行任务。哇，感觉好帅哟、哦！我是跟两个日本人在玩吗？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Robots 里面的决定战兵二的士兵啊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该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哦，他的武器看起来很强大哦。那我们就要打的怪物到底在哪里啊？OK， 好像出现了耶。哎，不是吧？一开始就要打 BOSS 哦？你们先玩好不好？我现在只有一把小手枪跟一把步枪啊。那我们先开始进行射击吧。哇，把他坚硬的外壳打掉。哇塞，好大只哦！哇，还会喷毒物哎，帅气帅气帅气！我要来丢这个手榴弹了。哇，这队友看起来都很强哎。还有一个人被打飞了、啊。你刚刚是进行射击的轨道炮吗？其实这也太猛了哦。哇，有个队友被吃掉呢。那他没事，他没事，他只是扣血而已啊。哒哒哒哒哒，他已经残血了，把 BOSS 打死吧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是我的小手枪，耶、yeah, ，打赢了！哎，这样子是正常的吗？我觉得这个 BOSS 级别的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就把他清掉才对啊。哦，哎、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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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以为已经解完任务了，结果我们是要跑去其他地方。我们现在总共有一个爆炸手榴弹跟一个治愈手榴弹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省着点用吗？但我记得它只有 CD 可以使用，就可以可能10秒就一个爆炸手榴弹吧。耶、yeah, ，往前冲啦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我就是黑乐小队长，虽然我是最弱的。翻山越岭进行沙漠任务咯，这个行动就叫做所谓的猎虫行动。刚刚那只大沙虫就是我们的目标啦。哎，是要干嘛？他说要跑到这个蓝色指标的地方耶。嗯，可能是要升起防护罩之类的哦。来来来，我先踩一下这个光柱。哔哔哔哔哔哔哔 ，OK 了。哎，要在这个范围里面守住这个防护罩哦。真的假的啊？那你们自己先点，你们自己先点。每一个人都会有防罩。有一个虫在射光炮哎，我帮你把它打下来哦。哒哒哒哒哒啊 ，OK。进行了飞虫手杀，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多虫虫啊？刚明明就没有东西来的说呢，哎、欸，快把它干掉啊！救命救命！还有这个大飞虫，我要把它杀掉。耶！哎，准度还需要加强一点，我这只小虫居然都打不准呢。还有一把小手枪，小手枪的如果伤害比较高的话，我就先用这一把吧。咚咚咚！哦，它伤好像蛮高的哦。但如果比起步枪来说的话，应该是步枪比较好用。哎，是我的手大，嘣！哎，好爽哦！因为这大虫都滚过去喽，你们自己小心哦。你防得住吗？啊，他被打飞了。那还有这个天照炮哎，哇，大蜘蛛被我打死嘞！看他们的那个装备都算不错的啦，应该是这个游戏的老玩家了。好了，全部清光光，啊，剩下小手枪。它应该子弹都是无限的啦，不会有什么限制子弹这种问题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是虫来天上啊？哦，有了有了，它是在这边，然后被打下来了。需要我帮助的话，记得跟我说呢。看来是我需要帮助啊。哎、欸，谢喽谢喽，我的队友真的好强哦、喔，没有在开玩笑的。吃我的手榴弹，爆炸爆炸！有了有了，换我这边过来的，换我这边过来了。咦，射击射击！啊，换成被我被弹出去了呢！加油加油，我们打得赢的，我们打得赢的。换一下子弹，步枪子弹都要换特别久。加加加加，把这些土酸物的先把它打下来哦。跟虫虫作战，我们还可以跟机械作战吗？这目前好像只有虫虫而已。嘿咻，打掉打掉，小只、中只、大只的虫全都有。全都跑完吼，剩下这边的一个光炮还没有打完。嘿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换小手枪，哒哒哒哒哒哒！啊，换子弹，换子弹，换子弹！哎、欸，你看他射了光柱上去，哎，成功的话就可以召唤防护罩。哇！但他还没是打到我啊！我要先把这些清掉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好啦好啦，那我要不要用个治愈手榴弹呢？不要偷袭，趁机攻击我！耶哈呀呀呀呀！怎么啦？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啦？又是大虫虫啊！你不是已经挂掉了吗？丢手榴弹，砰！大爆炸！哎呀 ！fire fire， 射击射击！哦，天空中还有一只小只怪物哎，把它打死。好了，打掉了。他们用这种天启炮呢，我怎么说才可以获得这种大杀器嘞？再丢大手榴弹！
应该可以打赢哦。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打这只大沙虫了，还是可以赢的吧？哎、好像有一个被干掉了，你还好吗？我跟这丢石头、丢石治愈手段没有用。你看，好吧，他这治愈弹来不及放啊，完了，他到时候还是挂掉了。No， 我们损失了一个队友，他应该可以复活啦。再丢石头弹，哎呦，你枪感觉很猛哦。哇！快点把这在升起来的时候攻击他，他这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。来来来来来，丢手弹，丢他嘴里面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样子你迟早就可以把他打死的。哎、他重生回来了、哦。啊，我被打到空中啦！一袋一袋一袋，而且我们的那个治疗的刚好不见了，糟糕糟糕糟糕！我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冲冲冲，往前滚，往前翻滚，治愈治愈治愈。好了。大沙虫位在这里，攻击他，攻击他！哒哒哒哒哒！哇，他们真的好强啊！打赢大沙虫了！我们果然就是最强的一个队伍嘛！我造成了8600的伤害啊，不错吧？地弗雷格，插旗喽！锵锵！哎，我人在旁边呢，嗨嗨，我可以比个动作吗？还有动作？哎，不行啊，现在没办法比了、啊。哟呼！我是最右边的那一位哦，黑乐小队长完成任务。这一次的猎虫行动非常的成功啊！我们先进到我们的任务大厅吧。喂呀，好啦，这就是我在任务大厅的样子，有没有？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卡哇伊。我们再可以换一些商店里面的枪支啊，像狙击枪啊，还有一些步枪、散弹枪之类的。我们再可以换手榴弹跟装备。他们应该是直接用到最后的装备了吧？这超级猛的。开始执行黑暗月亮行动。哎，这也是地球、哦，地球上的月亮。他们枪的方式好帅哦。哎，马上就要打了哎，这次的是打小只的怪物呢，是打恐龙吗？哎，是打机器人哎。你看，你看，当当当当当，小嫩嫩直接把他打，打到我了啦。不知道在干嘛哎，有一只大只恐龙哎，我要打他，我要打他。嘿，这有抓到他吗？好像没有。哎、欸，你这时候友军伤害了啦，你们小心一点啦，不要乱丢东西。哔哔哔哔哔，我帮你把它清掉啦，换小枪，换小枪。好，现在没事了齁。有一个人居然在挂机。哦，没有，我看错了，他现在被打中才会动。我负责打小只就好啦，你们这些大只就交给你们啦，这只不太好打哦。哔哔哔哔哔，哒哒哒哒哒，好了哦，这样子应该算可以了哦。瞄准这只中型的，拯救我们的队友。恰，好啦，他不算击杀数的啦，他是算谁造成伤害最多的哦、喔。然后还有谁嘞？这只小恐龙交给我吧。他居然还会跳跃攻击耶。而我们如果打到残血的话，就用小枪开始补伤害吧。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击杀那个伤害数啊。嘿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哎，这怎么打不死啊？是我手弹啊。哎、欸，好爽哦！但这只反而没有打死哎、欸，要帮我帮我帮我！嘿嘿，我在换子弹，两个副主武器都在换子弹啊。我们去前面那边吧，他们看起来打得有点艰难。丢丢丢丢丢！来，最大距离投掷手榴弹，跪下！有丢到吗？应该有吧？我有帮他们打出一点伤害的吼。哎、欸，又是大只的恐龙，这种机械恐龙感觉是最难打的哦。对啊，他血量比虫真是高上太多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还好吗？虽然他放了这补血包啊，但是现在还不需要用好吗？你这样子要获得两分钟的 CD 耶。哇，我们都炸自己人，打自己人，没有在怕的哦。真的假的？好了，你就加油吧。我们已经清掉30只机械恐龙了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按 Q 键往前翻滚。咻，好了，没体力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啦？他退游戏了、哦，哎、欸，刚那个人居然退掉了，我们是要三个人在执行任务哎、欸，我该不会是因为抢他的第一名，所以他就不高兴了吗？没有这么脆弱吧？到了任务指定地点，出现了飞行火焰恐龙，你是翼龙哦，咦，射他射他，来来来，把他打下来就可以了，还要再喷火球了，嘿、欸、嘿，好弱啊！你们这些恐龙啊，居然喷火焰远距离攻击，我们可是真枪实弹的呢。
你要起码拿出一个火箭炮来打我们会比较好哦。对对对，不然你会就要输给我们的。打下来，打下来。啊，不想在这跟这些小怪玩的啦，有没有 BOSS 可以让我们打的啊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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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哎，清掉两只了，我现在是伤害里面的第一名哎！你们要好好的认真工作啊！我才刚加进来这个游戏玩了两场而已，我就可以达到第一名了。看来大家都是新手哦。我要把这些机械钢铁翼龙全都打下来，看他长什么样子。叮叮叮叮叮啊！就是一个机械翼龙嘛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啊。哈，结束了。这么快？我也没有干什么啊，还是我们要打前往下一个地方哦？任务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。月亮作战上面就有机械恐龙哎，好好笑哦。哎、欸，到了是到了，没有错啦。但是我们要下去哎，你们要不要当第一个啊？我不真的想到下面哎，哎、欸，我先要把这个按一键用开关给它打开，是吗？这要干嘛的？我要守护住这个通道哦。是从外面来还是从？哎呦，从从从从从，好多只恐龙啊！哎、欸，吃手弹，吃手弹，喂，砰！不好啊，打不动啊！这大恐龙太难打了吧？还好我倒地的时候也可以射击。他完蛋了，我帮你丢丢补血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有了有了喽！还有这个照射炮，我们要尽量保存我们那个有生战力。要是死掉的话，我们任务会很难完成哦。哎、欸，你要跳起来干嘛？跳起来干嘛？跳起来让我打吗？还有飞天翼龙记得打下来哦，但你残血就就被他干掉。哎呦呦呦，大志丢手弹，丢手弹，砰！怎么样？我要帮助了一个我们的队友啊！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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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！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目前的话，我们还剩下两只。哎、欸，我们剩下两个人哦，两个人手有点难哎、欸。你自己加油啊！我被人家炸掉了。或者是被自己人炸掉啊，好好笑啊！啊，在吃手弹，砰！有了有了有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打得过哦，我觉得应该是勉强打得过的哦，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，我要把这只天空上面射下来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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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丢一只手弹，嘿！有了有了，清掉更多只，清掉更多只，先把大只的打掉啊，这只被近身之后我会被打死哦，还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的队友快要挂掉了、欸，这也太难打了吧！一定是因为我的队友不够强，我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走开啦！不要咬我！我要跟他这个家伙绕圈圈，后面还有很多小只的哦。哎，帮我挡一下，帮我挡一下，嘿嘿嘿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不是炸我啦！真的是哦，我迟早会被这些队友害死。吃手弹，嘿，砰！一次干掉两只啦！好了好了，他快没血，他快没血了。好了哈，还剩下两只大只的，希望这次任务不会失败。啊，比那个杀虫还要难太多了啦！哎、欸，我的血有点残，召唤治疗舱，它要等一段时间才会掉下来哦，所以你要等那个站在旁边。啊，开始补血啦！哦，哎呀，哎，我正在补血区，你给我打掉！是，我要把丢手弹还丢不到哎、欸，不要再打，不要再打了。救命啊！我快死掉了！这应该不会剩下我一个人吧？不是吧？不要再咬我了！我要补血！救命！救命！我要在这边补一阵子时间才可以。好了，撤退撤退，丢手弹！砰！好了哈，我的另外一个队友，对他本人已经不见了，他应该完蛋了，他已经凉了啦！果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有用而已啊！打赢了吗？所有的恐龙全都清掉了吗？好像不是哦，好像是哦。哇，剩下我一个人胜利了，赞啦！把这个虫洞炸掉了啦。原来我们是要把这个大那个洞口炸掉，就不会有机器人跑出来了。耶、yeah, ，成功！剩下我一个人阻止了这场浩劫，地球被我拯救了。然后我要拔起，我要这边占领我殖民地。好了，呀哈，好吧，好像还没有结束嘞。完蛋了，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吗？哇，哈哈被咬起来啊，这怎么可能打得过啊？救人哦！姑姑找妈妈，这不可能打得过啦！真是太可恶了，我就要死在这里吗？
这次我失败绝对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啊，是我队友不行啊。我会尽力的存活到最后啦，看可不可以打赢。啊，不行，完蛋了。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看来我们需要找好那个志同道合的队友才可以打赢刚刚那场战斗哦，就是跟找自己的朋友一起来玩吧。好啦，一样入戏的面话，请点转转转转喜欢，请几个用没用派。我刚本来要摆这个很强的动作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那么下次 Robots 游戏再见喽，拜拜。